唔好意思，係唔好意思啊，你好啲啊，你好啲啊，係唔好意思，好 ，OK， 好。所以跟佢企前少少 Michael， 係啊，企翻過少少，係啦，兩位。兩位盲又見一次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嘉瑩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黃傑琪。唔該，好。OK， 好。其實咧，我公司一早就有 Miko 嘅作品喺度嘅，跟住之後我啲公司男同事都好喜歡佢，跟住我就覺得哇真係好靚，因為我係中意短頭髮嘅女仔，跟終於見到 Miko 啊，真人仲靚啲，各位，你見唔到真人太可惜啦。咁我都係第一次見到嘉瑩啦，跟住我喺馬來西亞有好多男仔朋友都好中意佢，所以我係幫佢哋嚟集郵噶，所以見埋我就有 selfie 一張咯。太好啦，我都好中意。馬來西亞的食物，但係未去過，我希望有機會去啦。你可以去馬來西亞，我帶你去食。應該啲嘢食又平又好食咁樣。係，你中唔中意食辣㗎？我超中意。咁你一定要嚟馬來西亞。我一定要去。係。右邊一指頭 hold 住，好。OK 得。係啦 ，OK， 揮揮手可以，係啦，好。我現時絕對係啊，做咩你想做咩啊？我可以介紹馬來西亞嘅男仔俾佢識。你覺得馬來西亞的男仔是怎樣的？馬來西亞的男仔啊 ，OK 噶，唔錯下噶，夠熱情咯，熱情嘅，係佢哋好中意短頭髮的女仔噶，嚇真㗎，係，所以你去到一定是很受歡迎的。各位馬來西亞的男士，我真的很期待你帶我去玩，我中意食辣嘅，去到馬來西亞就可以脫單㗎啦。係，但我啲怕熱，記得帶個風扇仔俾我，唔該。咁我哋簽書會唔會答半開始嘅？你想去行山啊？我想去行山，他哋話在香港行山都會遇到發哥啊。係啊，但我就未必會想你去行咯。做咩？因為我係超好中意周潤發，我會合躁咯。如果你可能我去行山嗰時候冇遇到佢咧。不過香港啲山其實係易行嘅，如果你中意行山，應該都可以試下香港啲山。又或者我哋可以約咗一齊去行山，因為你都中意發哥啊嘛。係啊係啊，我哋一齊遇到啦，會好啲噶。都好嘅，到時你幫我同發哥爭機講笑，都冇問題。可以試下豆腐花，我哋行上去跟住有豆腐花食咯，幾正。我本寫真集入面的特色呢就是完全不夠性感咯，因為呢我考慮到要遞給我老爸看，我老爸很保守啊，所以我就將香港的特色拍下去咯，即可能有些 vintage 的東西，跟住可以，因為很多字啊是比較貼近你的，是啊，我就寫，同埋我的赤裸位放在個心靈度咯，即我是靈魂露體狂啊，我寫曬自己諗啲咩入去咁樣，我連第一次講大話的經歷都寫咗入去咯。好勁癲哦！哇，所以你得閒都可以睇下。係啊，我對呢啲文字係比較有興趣一啲嘅，因為你話內心赤裸啊嘛。係啊，多謝。咁我都想睇下你赤裸嘅內心嘅。我都好想聽下你介紹你嘅寫真集。咁我呢本嘅咧就係內心嘅話就冇咁赤裸啦，就顯然喺啲服裝方面嘅，可能就比較清涼少少。哇！但係好靚喎，喺邊度影㗎？有三個地方拍啊，是香港、台灣和馬來西亞。哦，係，我都哇，好可愛啊！仲有貓貓啊，好多貓貓啊，我覺得你會中意噶。我中意啊，好靚啊！啊，真係會，就係唔俾阿爸睇噶啦，完全行性感路線。冇錯，咁如果到時完全行性感路線嘅寫真集。未必會考慮，因為我平時咧影完啲性感相都會急不及待擺上 Instagram 俾大家免費享用嘅，即係我就係一個咁樣，即係越性感越免費。免費就可以睇到噶啦。係啊，大家去我 Instagram 睇啦 ，KAYNG19。咁有機會嘅話，梗係可以試下啦。喂，你做咩咁樣問人啊？你搞到我哋好尷尬，你都知我哋呢啲話約食飯一定係轉頭飲茶啦。你等下飲茶咯，等下飲茶啦，好啊，食個包咯，好啊，傾下偈都好啊。係啊，係。我哋 friend 咗啦，冇下次噶啦。唔係，但係如果過去馬來西亞，我真係冇朋友，就真係會揾 Miko 嘅。係係啊。OK。我記得。
同 Miko 拍下片拍 YouTube， 屌傻嘅，梗係唔會啦，佢靚我咁多，我點會咁做啊？跟住佢就會話：好啊，得啊，我哋得閒約拍片。哇，好啊，好啊，拍片跟住飲茶。但其實我內心唔會，因為 Miko 太靚啦，我真係唔想再俾佢化咗妝咋，化咗妝咋。啊，你都係靠化妝品嘅，我都係啊。合底上你好想睇啊你，佢想睇邪恶嘅内心同埋邪恶嘅服装两个啊，系喎，系，系喎，个主题噶啦。咦，咁样几好喎、啊，其实谂谂下，我哋赤裸嘅内心同埋赤裸嘅服装嘅话，应该都几好睇。但系老实讲，我自己唔好意思啊，有啲热。我自己咧就觉得我同 Miko 嗰摄影写真集咧，又系揾假嚟刁嘅，你唔好咁样刁难我。不过可能我同 Miko。拍片其實有得諗嘅，可能我過馬來西亞拍 vlog， 跟住揾 Miko 上做導遊。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如果佢去馬來西亞嘅話，我超想去，我真係好中意。咁等佢 end 咗就去啦。我因為我睇 Red People 睇咗好多年啦，所以我由細到大，同埋咧好多馬來西亞嗰啲女仔我都好喜歡。你係其中一個，我中意睇靚女。係。好啊，大家記得支持多啲 Miko 嘅作品啦，我覺得入邊啲相好靚。咁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。家型啦，赤裸的內心，邪惡嘅內心啊！咁係，唔該曬 ，thank you。跟住再慢慢轉過嚟，係啦，冇錯。好，兩位正面一致，跟住好，正面呢度，好 ，thank you 曬。你哋有幾多位？好，曬咁多位。係。多謝。我想問下你有冇？